我说美壮，这是我很难得的机会。我不要你去嘛。可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。人家，你到底爱我还是爱人家呢？美壮，你这太没有道理。你听我说，美壮，我怎么没有理由？你又不是前敌总指挥，少了你，钱贵战场就不能打日本了吗？你要去干什么呀？少了你一个记者，我们就会吃败仗了吗？你挨过枪，开过刀，难道还没有挨够，还要去尝那个滋味啊？我不要你去，我怕，我们天天在一块儿好好的，你偏要，哼，你要离开学校，我也要离开学校。美壮，别怕，我跟学校请两个礼拜假，我跟你也请两个礼拜假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嗯，就这两个礼拜。就这两个礼拜。只这么一次？只这么一次。部队已经走了，不要紧的，等我把电报发完了。